可以给你。好，老板在座的这一个同学们，给我们辛苦的工作人员一个热烈掌声。好，我们再次恭敬各位先生，谢谢。进来可以吗？再一张，再一张。谢谢，谢谢各位，然后预祝各位端午佳节愉快，身体健康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